报告。进来。我们监视的日本特务可能要逃跑。他们人呢？还在屋子里，正在收拾东西。带几个地下，跟我走。是。走。说不说？不说是吧？你啊！你让你不说，不说，这说。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好，很果断，我会请示上峰给你嘉奖。怎么了？你不舒服？哦，我没事。天都快亮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口供里交代还有两处联络地点，我现在带人过去。好，一定要抓活的。是。等等，年轻人，好好干，要是都像今天晚上这样，你会大有前途的。是。干什么去了？大人说我的体质太弱，上前线必须加强锻炼。那你昨晚睡好了吗？我睡得很好啊。睡好怎么看你脸色好像不太对啊。哎，平儿，
答应了。答应了，但时间不会太长。等他找到新用人。放心，他不会找到新用人。是，我明白。什么时候搬进去？不知道。他没提吗？他只是让我每天下午去做一顿饭，顺便打扫一下卫生。这不行，你必须想办法尽快搬进去，全天候监视。我也不想搬进去。为什么呀？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实在是不方便。跟我来。你到现在还喜欢他？当然不，我要是喜欢他，何必拖到今天？就是喜欢也很正常。文卫军是国家的宝贝，人也很有魅力，一表人才。他怎么样？跟我没关系。是吗？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换人好了。但愿如此。可我还是要提醒你，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把你安插进他的家，绝不是为了成全你们的儿女私情，而是利用他对你愧疚的心理，让他对你完全不设防。我明白。不，你并不真的清楚。现在你给我听好了，如果你想保住自己的性命，就必须牺牲你个人的情感，硬下心肠，做个无情无义的人。我不明白，你现在从事的是关乎国家安全的秘密工作，文卫军只是你监视的对象。为了保证监视的准确客观，你不能掺杂进任何个人情感。我要是做不到呢？你必须做到。我可以请求退出。晚了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两条，或者完成任务，或者被秘密处决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强人所难？这份工作并不是我主动要求的。我说过，国家处于危难时刻，每个人都有义务为国牺牲。你应该感到庆幸，对于你，需要牺牲的只是一份情感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很不喜欢你刚才说话的态度。我不是个好脾气的人，在我领导的这个部门里，如果换成别人，我会立刻处决他。念你是个新人，这是第一次，我希望也是唯一的一次。是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一定注意。这是我的电话号码，如果发现情况异常，立刻跟我联系。记住，必须是跟我本人直接联系。是。号码记住了。再重复一遍。81125。走那边。
辛苦你了。在我的坚持下，徐亚兰搬来家里。这是第二个进入我生活的女性，和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女性。任文清，来，请进。来，这就是我们的中国黑市。来，你儿子。这是我的办公室，请进。不愧是中国黑市，这真有几分神秘。嗯，这只是临时的办公地点。告诉你一个绝密消息，军委会正在帮密电所新建新的办公地点，规模很大，设施也是世界一流的。这可不像是中将所长应该说的话啊。你就不怕我泄密？不怕，只要你也成为密电所的正式成员，你就有责任保守这个秘密。你看看你啊，又来了，让我整天关在这种地方，非把我憋疯了不可。哼，看看吧，这是日本人刚刚启用的新密码。我都已经研究了几天了，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我可以带回去看看吗？可以，但是要注意，绝对保密。我明白。日本人突然大规模更换密码，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。是啊，这些天整个大楼彻夜灯火通明。永清，上车吧。永清，怎么了？我在想，我也应该真的最老实，穿上军装了。真的？你真的这么想？虽然我的兴趣在大学，可我的家在东北。好，太好了，永清，你来帮我一年，最多两年，到时候我一定放你回大学。好，我也记住你这句话了。大家先停一下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，啊不，应该说是一位新的上司。密电所二处处长黄永清少将。黄永清满怀着爱国的激情加入了密电所，这使我们的密电所真正进入了专业化的运作。
1936年12月，西安事变爆发。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，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，联合抗日。西安事变7个月后，七七事变爆发，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战争，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由此开始。1937年8月，淞沪会战打响，我们密电所成功破译了日军打算在杭州湾登陆的密码电报，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援军竟未能及时到达指定位置。虽然林中强将军率部死战，但寡不敌众，日军登陆成功。11月11日，上海陷落，王永清挽留发挥，怒不可遏，向我提出辞呈。没事了，先生，我正式向你提出辞呈。我可以准你几天假，让你回家好好休息。不，我不会回来了。爱莫大于心死。先生保重。学士告辞了。冷静，冷静，听你们。永清，永清，时局这么乱，你要去哪儿？我不知道。日本人就要攻打南京了，中央大学也要转移，你还是跟我们一块走吧。我哪也不想去。就让日本人炸弹把我炸死好了，化烟化灰倒也干净。永清，你冷静一点。学生愚钝，没办法像老师这样冷静。我心里的痛苦和愤怒一点不比你少，但是我不能走。只要中国一天没有灭亡，我就要竭尽我的全部力量。这力量有没有作用？是的，不问结果，但求心安。老师的胸怀，深深佩服。可是我还是要走。你走吧。真到撤退那一天，我会去接你的。最怕看见雪的吗？去你的，谁怕呀？哎呀，姐，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小声点，小声点，我正想去找你呢，人家可想你了。我也是，你小声点。好，我们现在讲解完了，可以分组报一下。哎，我们两个一组吧。我又没有做过，没有学过呀。我学过呀，你只要乖乖的坐着，让我包扎就好了。哎呦，你小心点我的眼睛。这就对了，就当是你的眼睛受伤好了。你以为你在玩洋娃娃呢？好大的一个洋娃娃呀。呀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正事了，有爸爸的消息吗？没有啊，他不是一直都在前线吗？我听说前线的军队已经撤回来了，也不知道爸爸怎么样了。哎，
走，跟我走，快！哎哎，快！你这丫头，那我去哪儿啊？那丫头，你要把我带哪儿啊？去找毛叔叔呀，他神通广大，一定知道爸爸的消息的。快！需要重机枪去护送。是，这条防线一定要重火力，一旦敌人从这个方向上来的话，以重火力去压制，记得。好的好的。哎呦，你这个家伙从哪儿冒出来的啊？挺好吧，回家了吗？哪儿顾得上啊。哎，我那两个宝贝女儿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我现在也忙得顾不上回家了，不过我太太倒是经常和他们联系，他们都挺好的，就是惦记你。他们妈去世的早，我现在又这个样子，真的多亏你们两口子了。哎呀，都是老同学了，说这个见外了。反正我也没孩子，一下子有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挺好。哎，老同学，凭你的身份和地位，透露点内部消息吧。开玩笑，我有什么身份？哎，跟我打官腔了。凭你蒋委员长的同乡亲戚，外加上军委会机要室主任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姑娘啊，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和你商量一下，嗯，说法让你见一下委员长。什么事儿？让他下一道密令把你们撤到京北去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当初就是委员长亲自下的令，把我从淞沪战场调到这儿来让我坚守这个阵地啊。哎，长已经后悔了。为什么？淞沪一战，委员长的嫡系部队损失也很惨重，要是照这样打下去，他的家底儿要赔光了。可是他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援，他又不得不打下去。哎，中将，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，咱们两个20多年的交情，你的为人我最清楚了。我都想好了，见了委员长，你同样什么也不要说，你只要往他面前一站，他自然会下决心的。啊，我真的很庆幸有你这样的朋友。你同意了啊？觉得我会同意吗？哎呀，钟强，你不要太书生气。我不是书生，我是军人。军人最可耻的是什么？就是临阵脱逃啊。你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嘛。他现在并没有打起来呀，只是正常的换防。如果这是一次普通的战役，我可以换防，但是这是一次在绝境中的决战，我没有退路啊。你知道就好。南京城三面浑水，到时候想跑都跑不了。我现在想喝酒，走，陪我喝一杯去。走走。人家能让咱们进吗？当然让进了，上次毛叔叔带我进来过的，快走吧。站住，请出示证件。我们找毛主和毛将军。请出示证件。学生证行吗？不行。那我们还是给毛叔叔打个电话吧。可是我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呀。请你们立刻离开。你跟我们抖什么威风啊？你有本事跟我爸爸上前线打日本人去呀！请你们立刻离开。我就不退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这是军委会，你别耍小姐脾气。我才不管这是哪儿呢！有本事你把我抓起来呀！你们两个跟我走。怎么，你还真敢抓人吗？怎么，跟我们走。非常时期，你们严重扰乱军事重地秩序，难道不该抓吗？跟我走，快！他们怎么了？他们没有证件，冲撞警卫，扰乱秩序。他们是来找我的，我带他们进去。是，走吧。走了。刚才怎么回事？谢谢你，我们来找毛总和毛将军。咱们进去吧。毛将军不在。他去哪儿了？上面召开紧急会议，刚走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如果你们是来了解林将军的情况，他已经从前线回来了。真的？什么时候啊？今天刚到，他受命保卫南京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你们还是回家等他吧，他忙完军务，一定会回去找你们的。我们还是回家吧。
听说你们剧团要去前线演出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去。为什么？日本人推进的速度很快，前方局势瞬息万变。所以你就躲在这个大楼里吗？我有我的工作。我是中国人，我也有我的义务。姐，说得好。静静，这是我的电话，有事儿可以找我。静静，我们回家。别跟我提这个人，姐，他其实还是很爱你的。别胡说，真的，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的。我看到的只是虚伪和善变。打死我，我也想不通，爱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之间就变心了？别再说这个了，我们赶快回家等爸爸吧。报告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上级有什么指示吗？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。我知道，但恐怕很难呢。你认为南京守得住吗？防守的部队大都是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，军心已散的，更何况南京三面环水，正面一旦顶不住的话，连个后退的余地都没有。但是蒋介石为了争取国际援助，必须死守南京。可是敌我双方的装备相差太大了，士兵们都很勇敢，可是敌人的炮弹和机枪像下雨一样，就算是钢铁之躯也经不起这样子的火力啊。你的作战经验非常丰富，如果实在顶不住的话，你能不能先撤下来？毛祖和也来劝过我，叫我直接去见蒋介石，换跑到长江北岸去，被我拒绝了。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我也是蒋介石最器重的嫡系门生，也是一个中国军人。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，我的属下和士兵已经超过四分之一的不是战死就是受伤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不管任何理由，我要是真走了，即便将来再打再多的胜仗，我将无法面对我自己，面对我的士兵，我的女儿。我明白，请你转告组织，无论在任何的局势之下，我将不会给党丢脸。我相信你，民族危亡之际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，我们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一样和日本人做着殊死搏斗。听说我们的八路军幺幺五师在平型关打了个大胜仗啊！是啊，也打破了日本人不可战胜的神话。哎，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队伍里头打仗，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跑啊！这仗打得窝囊。淞沪一战，要不是蒋介石犹豫不决，贻误战机，结果不应该是现在这样。是啊，如果从一开始他就决心抗日，而不要心存侥幸的话，那些刚到上海的几万日军很容易就被我们给消灭了，然后在沿海地区重兵布防，那些后续的日本部队就没有那么轻易的能登陆了。只可惜他一直核战不绝，在战斗打响之后居然还一连三次下令停止进攻啊。上级要我提醒你啊，这次南京保卫战要小心蒋介石犯同样的错误。这我明白。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，万一南京失守了，你的两个女儿怎么办？现在根本顾不上想这些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组织上安排他们转移。
我当然同意啊！谢谢，谢谢啊！这件事情，我想让王浦江同志来办，你同意吗？王浦江是啊，还记得他吗？我当然记得，为了我的事，还硬把他跟平儿两个给拆散了。我也觉得派他去不太合适，可是现在形势危急，我一时又找不到更合适的人。陈哥，我怕平儿会恨他呀。王浦江现在是调查局行动处的副处长，由他来掩护林平和林晴转移，会有很多便利条件。我要怎么去跟平儿解释呢？真到转移的时候，我会和王浦江一起去你们家。老陈，你要能去就太好了。你就说，我和王浦江是军委会派来保护他们的。哎，注意啊，千万不能暴露你和王浦江的真实身份。这我明白。其实，在这件事里头，最难过的还是王浦江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。你的身份是我们党内最重要的机密，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保证你的绝对安全。可惜没能为党做更多的事情。不要这么说，在危急关头能够挺身而出，以身报国，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必然选择。这里离中国最近的防线只有2公里。哦，惠子和芳子跟随特工队混入中国难民中，提前进入南京城。我也要赶回到军舰上了。张天行，山本康夫先生，你跟我一起到前线指挥所，亲自感受一下战争的美丽。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能跟芳子、惠子在南京城会合。惠子、芳子，爸爸，将军，我们该出发了。管不得。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。我明白你让我来中国的目的，你是希望我像两个女儿那样支持并热爱这场战争。其实支持并热爱这场战争的不仅仅是你的两个女儿，也包括全日本的所有国民。当然了，除了你妻子之外。为了我的妻子，我已经奉献了两个女儿，可结果怎么样？清田秀士回家了，可他的心却死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坚持让你到中国来，这一切与清田秀无关，而是这直接关系到你的命运。我不明白。大日本帝国已经进入了举国一致的时代，战争机器全面启动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你该从你岳父和你太太的遭遇中吸取教训。可是我并没有反对这场战争。可是你也并没有全力参加。你的密码轻易被对方破译，使杭州湾东路险些功亏一篑，也使日本军队至今
他安全的密码。幸亏日中双方实力相差过大，否则日本帝国将会因为你的密码而输掉。这场战争，好吧，表哥，你要是让我穿军装，那我就穿吧。如果只是那样的话，根本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力气，只要军部下一道征兵令就可以了。只有你发自内心的、真正的热爱这场战争，迫切的希望他能够大获全胜，你的智慧才能全部的激发出来。那样你才能够编出世界上一流的密码。嗯，小川将军，他会带你到最前线去，希望炮火和士兵的鲜血能够激发出你的豪气和激情。姐，刚刚毛叔叔来电话了，说爸爸今天晚上啊肯定回家。真的？太好了。什么时候呢？应该快了吧，天都已经黑了。真好。哎，你别跑，来，过来帮我忙。哦。啊。虽然大学也要搬到重庆了吧？对，图书馆都已经搬空了，老师和学生也都走了好几批了。你呢？什么时候走呀？我不走，我要等爸爸。哎，姐，你呢？剧团现在都搬到汉口了，我也不想走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只要有你和爸在啊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爸爸了。放心吧，姐，毛叔叔都已经跟我说了，爸爸是常胜将军，连委员长都很器重他。可是我们这次面对的是日本人呀。日本人怎么了？不就是些倭寇吗？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你呢？怎么样？最近有没有喜欢的人呀？哎呦，你也太小看你妹妹了，人家可是中央大学的校花。你应该问，最近又有多少人喜欢上我了？你呀，脸皮真是太厚了。我知道有很多人追你，可是我关心的是有没有你喜欢的。我当然有了。我认识吗？你认识的？不会是那个英俊潇洒的黄先生吗？我除了他还能有谁啊？哎，姐，你不知道他现在可帅了，跟爸爸一样也穿上军装了。你不知道，更迷死人了。那他开始接受你了吗？怎么说呢？应该说，他现在已经开始关心我了。你呀，就是不听姐姐的。人家是老师，年龄又比你大那么多。怎么叫大很多啊？我都已经二十了，他才三十多岁，正合适。不行。现在这么乱，他又在保密单位工作，我必须要找到他。姐姐，我告诉你了，现在城里这么乱，你可不能乱跑。是啊，现在这么乱，我必须要找到他，可不能让他再失踪了。乖乖乖，等一下，爸，怎么了？你们听见了爆炸声了吗？日本人天天轰炸，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。不对，这爆炸的声音是从我的阵地方向传过来的。我们说好了一辈子在一起。这个时候，我已经掉头的不。
不是你一个人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林长就决定放弃南京了。钟祥，你立刻坐我的车，把黄永清接过来。他要是不肯，拖了也要把他拖来。请你和你的妹妹立刻跟我们走。我妹妹不见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快说呀！王先生他是哪儿了？日本人已经打到昆花门了。那我爸爸呢？样子很疲惫，我知道做个男人很累，就用所有温柔给你抚慰，而你却冷冷相对。难道最喜欢的看着自己，却看不见。